下毒之人虽尚未找到，不过我身体已无大碍。可惜的是，妹妹婉清回到我身边，又恰逢少庄主在这里，所以今天我们举行一场庆祝活动。投壶比赛，两两较量，胜出者可以获得奖品一份。 在场的各位都可以参加。董皇，哎，第一轮男女组队两组较量，投中多的队伍可以获得居先生刺绣一品。我跟他一组。 二公子初月姑娘领先，去高一点，再高一点，好，一二三，扔。 射箭厉害的投壶不一定行啊，他要是想赢我们，后面的必须全部射中，不可能的。哎呀，中了中了！哎呀！哇！接连中！ 少庄主小姐获胜，赢得彩头，获得居先生上等刺绣一品。难得今天这么热闹，大家都可多多参与一下。海宁章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你从哪里搞的巨大师刺绣的？来试试啊，东华。 在，咪，说个条件吧，我想要那个。直到这场活动结束之前，你都要跟在我身边，我就可以把这刺绣赠予你，还可以帮你找来居先生指点公义。这么简单？说话算话？那是自然。你来，来来来，跟我来。